乌龟脑震荡怕失忆，不想忘记这两位男人。他说我头脑。完了！现在讲话，我刷完之后，我就有脑髓都在里面，像豆腐一样，就一直晃，一直晃。天哪，随便听到都头皮发麻了。乖乖出席手机代言活动，这个一定要给我剪进去，知道吗？ Sugar 小姐代言 Sugar 手机， Sugar 小姐代言 Sugar 手机， Sugar 小姐代言 Sugar 手机。可是现在讲个笑话，从前有一个叫 Sugar 就变成了我。狗狗会这样，该不会是因为上礼拜录节目摔出脑震荡？你没有觉得我今天怪怪的吗？我可能本来的脑子是坏的，这样一刷可能又更坏了。没事，请大家不用担心，我就是因为太久没有刷到头脑，然后上个礼拜去录那个内地的节目，在玩游戏的那个关男生背着我，不小心到近点的时候，我就手一放开，我就180度从上掉下来。我当下觉得好像还好，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头有点昏昏，昏了两三天吧。回来台湾就马上去看医生，因为医生看到我第一句话说，他问我旁边人说，你的朋友有怪怪的吗？有没有说话怪怪的？他们应该心想说一直都怪怪的。当下我就很怕我失去记忆，我一直在跟我经纪人讲说，怎么办？我会不会忘记你们？最近比较害怕忘记我的男性友人，讲两个。周刚豪跟叶亚伦吧，我一回家就马上去办保险，第一次去办理赔，但是我现在不知道他会不会过。没有，问说投保金额会很高吗？因为你常常飞来飞去，而且你算是 A 卡啊，不算吧？没有，我不算，不行，不行，还要再继续努力。那投保金额大概多少？投保金额你一定要写个高的，你就写个1000呗。他对于周汤豪昨天表示，昨晚探班还没来啊，我要去了，最近很忙，我过两天又飞出去了，我保证我一定会去探钟楼爱人的班。周汤豪，等我去探班哦，一定会去，打勾勾。